Hello， 六十后退休生活阿 Miu 啊，今日九月三号系我哋嚟到青海嘅第三日，琴晚系入住呢一间嘅酒店，而家咧我哋准备出发，就系去翡翠湖。呢一度咧嗰个海拔高啊，差唔多3000日啦，咁所以咧我而家行唔可以行得咁速咯，要慢慢咯吓，同埋尽量系要慢动作咯。如果唔係咧，就會氣喘啦。咁啊 ，around 咧，我嗰個嘅含血氧度咧就91啦，叻咗噶啦。第一日去到西寧咧係80几嘅咋。我哋早上8:30喺酒店出發，沿住查德高速向住西北方向行駛235公里，到達我哋今日第一個景點可魯克湖。我哋咧現處於青藏高原，沿路上面見到啲山好似唔係好高，但係導遊話其實咧我哋係地處喺3000几米嘅呢一帶嘅高山，平均海拔咧達到4000米，所以咧我哋先有錯覺，以為依啲山唔係好高咋。我哋今日食晏晝嘅地方咧就係呢一間酒店裏邊嘅3樓。而家我哋地處呢個地區就叫做德令哈市，佢係青海省第三大嘅城市。佢個礦產資源就非常豐富嘅，出產有金、煤、銅。間房使唔使咁大啊？呢一間飯店除咗房間大，今日嘅午餐飯餸亦豐富，有8餸1湯同埋1盤嘅糕點，好肥嘅梅菜扣肉啊，仲配有夾馍。但可惜梅菜唔係我哋食開嗰只味道啊。呢、這個魚嘅味道還可以，但實在太多魚骨啦。呢碟炒粒粒同埋蒸水蛋餸飯就係最好啦。仲有呢一碟嘅雲耳炒豆乾同埋3碟青菜。最後再嚟一鍋藜物粥同埋糕點，所以我哋都食得好飽啊！食完晏晝，我哋坐40分鐘嘅車程就到達我哋今日第一個嘅景點可魯克湖。其實呢個景區咧就有2個湖，除咗我哋今日嚟嘅可魯克湖，仲有一個名為托素湖。兩個湖一大一小相連，就好似塔連，所以又稱為塔連湖。遊覽嘅時候，你會發現有好多同愛情有關嘅標語啊！原來呢2個湖咧有一個好浪漫嘅愛情故事㗎。托素湖同埋可魯克湖原本係一對情侶，佢哋決定結婚嘅時候咧，部落頭人咧就要求托素去鹽澤孭一袋鹽翻嚟送俾可魯克。鹽澤就好遠啦，托素未將鹽帶翻嚟咧，已經死喺路上邊啦。可魯克知道消息之後，去揾阿托素嘅遺體啦，但係佢啱啱揾到托素嘅地方嘅時候，自己亦已經攰死咗啦。於是托素同埋可魯克就化成一鹹一淡2個湖泊，日夜相守啊。古仔就已經講完啦，其實呢個景点冇乜嘢好睇嘅啫，就俾我哋落下车散下步咁算啦。游览20分鐘之后，我哋再坐车向西北方向出发，到今日重点游览嘅大茶蛋翡翠湖啊！全程180公里，需要2个几钟头啊！期间我哋沿住昆仑山脉行驶，我哋喺车上面瞓醒晏昼觉，老公同埋撞钟就歌瘾大起，两个人一个就手攞吉他，一个就手攞咪高峰，唱到停唔到落嚟啊！今日而家系下昼嘅4:30，我哋咧就坐长途车2个几个钟头嘅车，就嚟到咧呢一个另外一个景点，就系叫做翡翠湖啊。系啊，呢个翡翠湖咧入边听闻嗰个景咧系好靓嘅，导游话俾我哋听要留电。唔好喺出面影咁多啦，留翻电喺呢一度，会影晒我嗰4嚿电嘅航拍嘅吓。咁我哋一阵咧就拍俾大家睇啦。好，我哋而家要排队入去啦。好，而家我哋就排队入去坐佢嘅小火车。哦，走啦！呢啲系无轨小火车，其实即系做个样嘅啫。景區裏面有6個觀景點，都設有小火車觀光車站，拿住車票就可以在觀光車站隨意上落了。每一個觀景點有不同的景色，導遊就建議我們一站坐到尾，回程的時候就按自己的喜好落車拍照，建議我們回程的時候在第一個觀景點徒步回去景區的入口處，因為沿途的日落景色是非常之漂亮的。现在我就跟大家一起坐小火车入去欣赏美丽的翡翠湖啦。
在景區裏面，除了坐觀光小火車，還可以自己揸沙灘車，300元可以玩兩個人去。好，我哋就去啦，還點有時間？全程30至40分鐘喎，前面有領隊喎。300元自己揸？我知，係啊，自己揸。我踩油門，啊，真的多踩一點，這個油門比較硬，多踩，踩上踩，再踩下去，再走呢，再踩。哦，係喎，個油門好硬。揸车呢个系嚟表演。Hello， 我要跟住前面个师傅，都唔系好得啦。慢嘅，就你啊！我哋等咗13分鐘，終於到咗目的地啦！我哋啱啱咧就揸呢一啲高卡車過嚟呢一個前面呢一個湖嗰度，都 OK 幾好玩嘅，係等啲咯。呢度周圍咧就係前面呢一度有一個湖，正在咧就係冇乜人，周圍咧就係呢一個昆崙山環繞住我哋。咁我哋而家就行去前面呢一個湖影相。全地形車300元300元嚇，咁我哋玩幾耐啊？我諗起碼都有唔止啊，可能9個字啊！我哋喺嗰度影咗好耐相啊！嗱，如果你哋過嚟呢度玩嘅咧，一定要揸，即係咧嗰邊好靚，同埋咧就冇人，你可以咧任你影，同埋揸車咧都好好玩嘅。我老公係唔敢揸車。我都话回程俾你揸噶啦，好嗱，咁啊记住咯，下一次如果你哋过嚟呢边玩咧，一定要揸佢哋呢支叫全地形车啊！好，我哋而家翻去下一个站，我哋而家坐翻呢啲小火车出去咯。我哋坐回程车嘅时候咧，就发现第五同埋第一个观景区咧系最靓嘅，其他嘅景区都差唔多，所以咧我哋就喺第五个观景区落车影相同埋拍航拍，之后再上翻小火车直奔第一个观景区啊！影完之后咧，我哋就喺第一个观景区徒步行翻去出口，一边睇日落一边影相啊！虽然天空上面有云啊，不能够完全看到圆圆的太阳落山，但是这样的晚霞又有另一番的美态啊！朋友说好像一只凤凰在天上面飞，你又觉得似不似呢？去完翡翠湖，而家嚟到呢度已经起码8:30，我哋就嚟呢一间叫做锦玉峰嘅食我哋嘅晚餐。今晚呢个晚餐，我觉得系整个行程最丰富豪华嘅一餐啊！佢就系传闻中嘅牛头宴啦。犀利啊！佢话主要系食佢嗰个面珠灯噶，佢有个牛角喎，几大兜呢啲咧？系佢嗰个皮嚟嘅，系啲骨胶原嚟。骨胶原嚟噶。我都未聽過是吃牛頭，
但是呢原来是吃它的面珠灯。嗯，好滑啊。好滑，好味啊，试试先。是啊，好胶啊，好吃个猪皮啊。啊，是因为它够厚啊。是啊，好香添啊，好香啊。我觉得骨胶鱼好正啊，吃下去呢是张住个口。它還有很多配菜在旁边的，给你吃的怕你漏啊。有蒜片、青瓜、洋葱、红萝卜、酸，这个是叶酸的，那些这个是豉油和有些辣椒粉，是吗？是啊，不过真的会漏的，是的，吃一口呢不是很大口，但已经有一点点，应该是挺浪费的。我们吃完晚饭回到酒店已经是夜晚十点钟了，今晚我们就住这间龙之梦大酒店，酒店的对面就是一条食街，但刚才我们实在吃得太饱了，所以我们只是随便在这里逛一逛。这间酒店的设备都挺先进的，先拍一个厕所先。喂，这个是智能厕所来的，但是很小啊，小心点，有人蹲了在这里就会撞的了。是啊，这个是淋浴间，然后呢玻璃就被个帘子遮住，出到来这个吧台。喂，这张床都大喎，好像我们呢这么多人这张床是最大的。然后有sofa， 来到青海呢所有房呢它都有一个加湿器的，因为它真的很干燥啊。有一张很长的书台，电视。青海游的第四日，晨早起身见到窗外面一大片的草原，于是呢我们就走到酒店后面的停车场放航拍机。朝头早看见一大片的草原，心情豁然开朗，有力量继续今日的行程。我们今日呢就会去南八仙魔鬼城，同埋世界上唯一水上雅丹地貌嘅乌苏特水上雅丹地质公园。好，我今日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嘅咧，请俾个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出去。未订阅嘅，请记得揿订阅掣同埋旁边嘅小钟仔，我有新片，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噶啦。好，我哋下条片见，拜拜。